铁青他们真行，一定是上次翻修的时候他们做的手脚。为了坑我，他们真是用心良苦。不是监听共岛，反倒监听自己人，他们疯了。事已至此，先生也只能去南京找委员长告状了。没用的。为什么？他们这次做的这么过分，南京方面不会纵容他们的。你想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高层之间会不通气儿吗？这次明摆着是把咱们央行推出去当幌子，他们在后面坐收渔利，钱他们赚，央行来背这个锅。先生，这种破差事儿还能再干？干不了了，干不了了。这烂摊子谁爱接谁接啊？我们明天递交辞呈。好，那从月跟你一起，这破差事儿谁爱干谁干。你是羊，不是狼，早点退出来，否则你迟早又会被他们给吃掉的。谢谢，不客气。不是，你应该先感谢我吧，是我去找沈小姐求援的，要不是我，你今天就被那车撞死了。哦，知道了。你知道个屁呀！你说这谢谢会死啊？谢谢。你们两个先别吵了，现在的当务之急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上海。不行，我还不能走，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呢。对付那些人是漫长而艰巨的斗争，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。林乔松今天任务失败，那接下来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抓捕你跟春苗。你不为你自己着想，也得为春苗着想啊。那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你回去之后你跟我爹说一声。啊！比如来，好，我知道，阿文死了，周一疯了，你内疚自责，你不想活了，你的心情我都能理解。可你总得讲点章法吧？你讲点章法行不行？那至少我没有笨到被别人抓，我得找人救你。魏若来，如果你继续留在上海，我保证你活不过一个月。这一次救你，我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，下一次就不一定这么走运了。那些人还在逍遥法外，就算是你死了，也是白死。你应该也知道，现在苏区已经有了自己开办的银行。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金融人才，人家还管饭，还发统一制服呢。不要再婆婆妈妈的啦，人家沈小姐救了你一命，你现在这条小命就归共产党了。那明天上午9点，我把路线和接头人的情况带过来，让你们两个撤离。谢谢。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？我暂时还没有暴露，可以再扛一段时间。把裴若兰就地正法。 天有眼呐，申屠南也有今天。好，太好了，解气。宋先生那边不好交代，交代个屁呀！他妹妹是共党，就凭这一条就够他喝一壶的，何况他还闹侦缉队抓捕共党，这说明什么？他也可能是共党。把他扳倒，拿下洋行，我们在上海还有什么难事？ 这次一定要往死里干，绝不能让他翻身。闪！今天为了抓你一个人，我又有5个弟兄死在这儿。1拖5，你知了。我们会看在你哥沈先生的份上，不太为难你，给你来个痛快的。出来！你干什么？出来吧！ 你快走！别会有人！干什么？